Hello， 大家好，瑞文です。好，这一次的版本更新 4.18.1 已经完成了，然后我们也已经成功的登录游戏了。那这次的更新它主要是有两项啦，就是必杀技的类别区分追加，然后就是主动技可以 skip 掉这样子。然后必杀技的区分它就多了格斗系、物理系跟其他这样子，多了三项啦。然后他们的角色的必杀技会分到比较清楚啦，是这样子讲。然后有他的这个分类可以做 filter 这样子。那这次他我就觉得这个添加有一点点的无聊啦。像早期有分气弹系跟格斗系的时候，好像就是为了那个17号 MVP 17号的那个叫什么防护罩才做出的更动，因为那时气弹系是打不到他的那个超级战的关卡的最后一关是吧，然后需要用到那种用拳头的格斗系的那种打法才可以打得破，好像那时候做更动，然后就只有那个关卡会有特别，然后以及后来的就是那个19跟20号他们会吸收契丹系的那个能量这样子，好像就是这边有特别吧。不过这一次官方特地做出区分，可能就是未来在被动上面啊会有一些改动，可能讲格斗系打契丹系啊，或者就是格斗系打物理系比较有特别之类的吧，我觉得应该是会在这方面有做追加的被动加成啊。那不过目前这样看起来是整体没有任何的改变就是了，还是一样这样去玩就是了。之后得要过去看一下角色那边他到时候怎么样 filter。然后第二个的话，这边就是刚才说到的这个 adept skill 那个主动技的演出可以 skip 掉的技能啊，我觉得这个是蛮无谓的啦，老实说。毕竟主动技我们一场战斗可以开到的次数其实很少，除非就是在打那种 time attack 啊，那种挑战时间竞速的话才会用到啦，这个 skip 掉，其他的时间大部分我觉得是没什么好用的。毕竟这个主动技的画面你不开主动技连 BGM 都听不到好不好。然后第三个就是修正一些错误的 bug 啦，就这样子。这次的 4.18.1 其实是没有特别啦，老实说他那时候六周年左右的时候有一个 version Z 的更新，到现在完全都还没有推出啦，还把那个情报发布过后拖了这么久才不舍得放出来，真的是有够搞笑。Character， 然后他的 filter 是在最下面。来看一下契丹系的角色，契丹系的角色其实蛮明确的，就是发射光波这样出去的角色都是契丹系。然后，对，就是这一些。可是这个布罗利为什么也算是契丹系啊？因为他这边前期他都会揍对方几下，然后才发光波。才发波的，算了。哇，这个，怎么这个会？就走，点太快。超市达明明前面的会连打几下，还是因为他的主动技是属于契丹系的。果然就是主动机这边是契丹系，然后像他这个的话没有显示格斗或物理，因为他就是有格斗在参光波的关系，所以他是属于其他的类别吧。那么来看一下，如果是格斗系的话 ，OK， 像这种果然是格斗系了，因为就是纯攻击。然后这个是鬼脉气功，因为鬼脉气功之前他也是有打了几下那种近战的关系，所以它就不属于格斗，也不属于气弹，只属于的是一般攻击嘛。然后像这两边都是先补拳头攻击，然后再发光波的关系吧。大概就是这样去理解。可是这样子的变动有什么意义嘞？
每集都瘦的，我是属于格斗系哦。嗯哦，再来这个物理系，物理系也是蛮奇怪的哈。这个物理系是有武器的关系吗？哎，这个可以，这个，哦，这个 rocket launch， 哎，这个是发射那个火箭炮，哎，火箭炮叫算是物理系哦。哎，这个是用箭的啊，这个马林哥啊，他对这个是那个光波，然后这个是用箭，可是他明明后来还有补了一套光波的，这个也算是物理系，看的，这个也是物理系啊，完全无法理解他们到底是怎么来做分类的，这个是格斗系。哦，这个是用豪速球，物理系好像是有用到道具的感觉，都是用剑啊，用剑用枪之类的，都是物理系的感觉。这个阿拉雷啊，这丢石头，对对对，丢石头算是物理系。So， 原来是这么个分类法，原来如此。So ga， 像这个其他的话呢，其他的话大概就是刚才我说的啦，综合像这个 Big Bang Attack。他是前面先连打几下，然后就把敌分打飞，过后再补了一发气动弹这样子。大部分的分类法是这样子。可是到时候如果是讲要在格斗系啊、气弹系这些做区分，然后要做在被动里面，我觉得还蛮难的哎。像这种这个角色，你看，格斗系，然后其他系这样子都有的，这算什么？他明明攻击力都里面都是有光波，可是因为他本身前面有补普攻的话，所以就不算任何的那个系谱分类的话，这又拿来做什么用呢？实在是无法想象哎。嘛，就等下一支角色推出来再来看一下吧。我觉得官方应该不会做这种无意义的改动吧。然后这边就 option， Active Skill 哦，他这边可以选择关掉那个 Skip， 开那个 Skip， 然后每天只有第一次使用的时候他会有演出，然后之后都是 Skip 掉的状态这样子。这个是 for 主动机啦，哎，这样也是不错啦，看一次嘛。可是给我个人，我是绝对是不会 skip 掉的。妈，那个主动机就是要欣赏它，官方特地做出来的，把它关掉不就没有意义了吗？这个游戏，妈想，不过想要关的可以进来这边啊，就是，menu， 然后第三个啦 option， 再来这个 update skill 这边看得到了，这个一字一回这边你们就看到就知道是怎么弄了，妈大概就是这样子。这次的更新就这两样了，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。然后他龙石给我们多少？三颗。我不要，哈，点错了啊！算了，把它拿下来，我想要给它存起来一些呢。OK。这个就是 maintenance 给到我们三颗龙石 ，OK 了 ，OK 了，比国际版的两颗还多了一颗，不错。那么这一个就是我们版本 4.1.8.1 的更新内容了，那就期待一下这个在必杀技做了这么多区分，未来有什么特别的改动，看看官方怎么解释了。好，那么这一次的视频就到此结束了，谢谢各位的收看，还没订阅的朋友麻烦帮忙点一个订阅，谢谢，加马达呢。